我叫索顿，我是一个来自召唤师峡谷的人气上单英雄。要问人气有多高，大哥靠我把妹了。当然有这样的人气，首先离不开的便是我极高的颜值。看过熊兵连的都知道，银河以北，然而人气最高，我却有着自己的苦恼。情感经历完全不行，把妹能力基本为零，每次邀请妹子开黑都会受到对方礼貌性的拒绝三连。不高兴，不开心，那不行。如果把妹子比作遥不可及的高峰，打野的华野便是可以一览众山小的始终站在顶峰的男人。开黑带妹一拖四，争着给他生猴子。吸妹体质一旦强到这种程度，不仅能打野，还能打野战。为了学习华野的撩妹技术，我专门请了无所不知的天使之王神圣凯撒。女王女王，你说华野怎么就有那么多小姑娘心甘情愿的跟他开黑呢？阳刚而成的。你觉得我怎么样？自变态。哎，你这话说的啊，那你看我有希望练成他那样不？不行，受伤了，自闭了，宝宝我有小情绪了。今天我就要证明给你们看，我索顿也是会有女神开黑的。打动不了女神，我还打不动女神吗？我今儿个就要用拳头向女神展示我阳刚强大的一面。哎，回手掏，轨道一开看不见，走位走位走位，手里剑，难受难受，马虎了，大意了，被这个小丫头给算计了。接下来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掉线反杀。果然面对更深的套路，女神当场就跪了，立马战术撤退。女神不愧是女神，撤退的姿势都是这么高高在上。好美啊，粉色的，值了。 To be